各位新聞界的朋友，我們是社會民主連線，今天呢就是大家知道2月14號情人節。咁本來呢社民連的人呢向來呢都是不拘這些俗禮的，但是呢今次呢我們見到情人節本身應該是有情人能夠可以一起歡聚一起慶祝，但是我們在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很多的香港人是因為捍衛自己思想、言論、出版、新聞的自由呢，現在在監獄裡面是沒有辦法跟自己最愛的人呢一起可以歡度情人節。釋放所有政治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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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各位，同埋今日咧，亦都係李家超政府第一次嘅財政預算案喺下個禮拜咧就發表啦。所以今日我哋咧乘機咧就藉住呢個日子咧，一方面提醒李家超情人節唔好淨係掛得自己獨落落。應該會睇翻其他人，係咪不大被捕嘅人，同埋好多基層嘅市民，佢哋都係有好多嘅苦困。所以我哋今日咧，亦都過嚟咧，係喺我哋嘅今日咧，我哋喺聖祖門口咧，係向李家超政府咧去表達我哋嘅不滿，同埋我哋對於嚟緊嘅財政預算案，我哋一啲嘅要求。嗱喺未讀我哋聲明之前咧，咁不如我哋叫話阿牛，你嚟見咗拎住一樣嘢，咁睇下佢解釋一下啦。嗱，呢只咧就係特區政府好中意嘅大白象，但係我哋咧市民咧就中意佢兩隻耳仔嘅，就係要求咧全民派錢10,000，係派 cash 唔係現金券，咁就明日大魚咧應該就拋諸腦後啦。